借问第一品第十二，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所谓百豪相光、大百豪相光、瑞豪相光、大瑞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子豪相光、大子豪相光、青豪相光、大青豪相光、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庆云豪相光、大庆云豪相光、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于顶门上放如是等豪相光仪，出微妙音，高出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吾今日于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议事、超胜因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说是语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巨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犹不能尽。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沾礼获福。佛告观世音菩萨：汝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罪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行者，恋慕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受证妙乐，因果将熟，遇佛受记。如今巨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吾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汝当谛听吾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欲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后有堕于恶道之者，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相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声利耳根者，是诸众生有不利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设宅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或使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设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世人若是业报，何受重病者，成思功德寻疾除愈，寿命增益。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因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成思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普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师父母乃及亡师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思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生何世界，生何天中。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为名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为名践行，瞻礼供养。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多恶趣者，即当结束成思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寻疾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胜妙乐者，即成思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生界，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终身维护，现世衣食丰溢，无主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闻名者，
智信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复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深跟重发不思议心，欲读欲诵诵欲名师教示令俗玄德玄妄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乘经典无读诵性。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成白，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至心郑重，浮水即毕，甚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是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于具一气。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怪怨，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进步，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溢，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生，或因公司，或因生死，或因即世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至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风雨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尔时世尊而说偈言：无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人天无量事。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至心皈依大士身，寿命转增除罪障。少时父母恩爱者，未知魂身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恋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视其见属所生界，纵堕恶去寻出离。若能不退世初心，即获摩顶受胜记。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士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读玄妄多费事。斯人有业障或故，于大乘经不能记。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诸玩具，以净水安大士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发因众心甚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士名，即于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令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以是大士不思议，能使斯人获此慧。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离，睡梦之中心不安，求者官位无称睡。至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衣食丰饶身悔护。欲入山林及堕海，毒恶禽兽及恶人，恶神恶鬼病恶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观音至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力。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化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必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